阿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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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I need to do the test now. Coach, 不知道这怎么暂停比赛啊？Bus Gun 先生要求暂停比赛，对申请员选手临时执行兴奋剂检测。他怀疑申请员选手现在的状态过于镇定，与他之前得到的背调资料不同，很可能是在资格赛后的空隙里服用了药物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不灭吧！暂停比赛。巴沙坎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阴阳怪气啊！Everything is ready. We just wait here. 你们两个跟七号选手去检测一下。好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七号选手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请。唐鑫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那这一步是？是我梦想中的一步，也是我早就该踏出的那一步。以前，你说是你先喜欢上我的，但是我表示怀疑。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是我先喜欢你。作业写了吗？没写。你写了吗？那我写了。我没写。你自己写吧。那道题你们都不会。偶尔自说自话，不知道未来会是怎。你说过，等我拿到奥运门票，我们的关系就会更进一步。对无心的人来说，永远都找不到本可以解开难题的正确答案。